山建筑，那这个在中高海拔哈，其实在，请问来，竹子是怎么繁衍下一代的？竹子会不会开花？不会，很久很久以后。对，竹子很久很久会开花，但是它最主要是靠什么？靠地下茎，它地下茎，所以是同一只母猪。当你看到竹子开花的时候，表示它的竹子要怎样？要死掉了。这个呢，皮灰，它就陆续会死掉了。啊，所以它本身的话，根系怎样？会像那个蛇一样，这样绕倒转转，相对对水土保持也有它的功效。输了，还是不要。输了。给你拍一个两个，你拍你有没有拍？要交作业哦。啊，就这样。你是六个人哦，自己算一下。那你先过去。没关系，你要不要最后一个再走？没关系，你就等他们过去，然后再走。